其實咧喺我哋日常生活點樣忙碌都做幾多事都，當你一做另外一樣嘅事，其實要需要一樣嘢叫專注。跑緊馬拉松或者跑緊山，或者你靜坐緊呢一刻，你諗其他嘅嘢，其實你都做唔到噶嘛。其實就只會將你個思維或者呢個專注紛亂咗。咁你只要做嗰刻，我哋叫熄燈掣，好似熄關燈掣咁啊！你一開我就通電，一熄我就將所有嘅電源就關掉，咁就已經好專注、專心去做咯，好自然，其實好自然嘅一個好節奏咁樣，你只要吸同呼，慢慢吸同呼就得啦。當我靜坐喺度做個呼吸放鬆，同我日常嘅跑步、跑山，完全嗰種感覺都係一樣嘅。無論跑山跑步都要多啲去練習。